离开赤金洞，小奥来到了同样位于赤金洞世界地质公园内的小托洛苗寨。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全苗族聚居的自然村寨，而小奥此行目光便瞄准了村寨内一项传承百年的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啊，这个苗族小姑娘身上的服装呢是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服装上面的图案呢格外的别致，这是现代工艺所不能比拟的。这就不得不提啊，一项由古传承至今的民间技艺蜡染。蜡染是我国古代三大染色技艺之一，如今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仍喜用蜡染为衣裙、包单做装饰，而对于苗家人来说，蜡染尤为重要。每逢大型的节庆活动，苗族姑娘们都要身着蜡染盛装出席。为了让小奥进一步了解蜡染，节目组特为他找到了一家专门从事蜡染制作的工作室。哇，走进这个蜡染工作室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朴素的工作室。在门口的位置就放着一个传统的织布机，到现在呢，他们还会用这个织布机去做制作蜡染的布料。在那边呢，有很多的蜡染的工艺品，我们可以看一下，有这样的蜡染出来的围巾、丝巾，还有带着蜡染图案的包包。这有一个展示厅，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蜡染的已经制作完成的工艺品，就放在这个墙面的画框当中哈。我觉得它已经完全可以当一个家具的这种装饰品了，就像我们墙上挂的画一样。蜡染，通俗来说便是蜡房染色。首先，用蜡刀蘸取烧融的蜡在绢布上作画，其次，将画好的布浸于染缸染色，最后，将染好的布放入沸水中翻煮高温脱蜡，直待晾晒风干，布便染好了。在苗家，女孩子不会蜡染可是很难嫁出去的。那么既然来了，小奥怎能不学学蜡染呢？节目组给小奥找的老师是当地有名的蜡染大师蔡群。哇，好多老师正在制作蜡染呀，就我们进来他们完全没察觉到。而且我发现就是他们是有用什么圆规啊、什么尺子之类的是吗？不用的，我们是平时画的。不用吗？对，不用。那为什么可以画得这么圆呢？蜡染过程中最难也最考验技术的便是这第一步，画蜡。在场的师傅们无一不是老手，不用借助任何工具，全凭想象，直接在白布上作画。要知道，一旦落笔可不能擦除，如此繁复的花样要画上成千上万笔才能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那这些工具呢，蔡老师，我看到都很简单而且很朴素。这个是咱们自己是制作出来的吗？手工做的。手工做出来的。对，可以看一下这三种由小到大的这个小工具，但都不大。就是我们最初的蜡刀就是这个，这个是画那个粗线的，最初的。我们最大的这个工具就这么大一点点，比其他地方这个做蜡染的地方的工具就已经还要小了。对，不同地区的蜡染有不同的风格，而精细就是赤金蜡染最鲜明的特点，因此会蜡的蜡刀也十分小巧。这个蜡摸起来是硬硬的哈，然后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是这种墨蓝色呢？就是那个板蓝根跟那个蓝靛来跟我们的那个一般的那个蜡还有那个红蜡来组成的。哦，就是它要调一下才能调这种颜色，有板蓝根，对，有蜂蜡，有蓝靛，对，还再加上一点点普通的蜡。对，哦，蔡老师特别温柔，然后他说小奥你可以开始学习制作蜡染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画蜡了，于是给了我一张白布。我现在的脑袋就像这张白布一样空白一片。说实话，对于小奥这个初学者，节目组真是没抱多大希望，所以小奥你也不要有压力，我们正在参与。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半成品吧，大家看我这个圆真的像个鸭蛋一样。那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像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得多长时间？这个要一天。要一天的时间吗？对，一天的时间才画一张。
那是您用一天的时间画一张，对吧？对。那要是就是比如说一些那个用法还不是很流利的，就是还有点生熟的，得画多少天？就是两天，两天画一张。对，一两天才能画这样的一张。对。对，所以朋友们，导演你也别苛求我了，人家一两天画的，你让我一会儿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将就看吧啊。估计是不忍直视想要拙劣的画技，蔡老师忍不住亲自上阵。为此，尽管之前的作品不太美观，但有大师救场，这幅画还是有模有样。快让观众们看看你的作品。我很满意。哪是你画的呀？有三分之一是我画的吧。你拉倒，就外边那几个最难看的是你画的。就要这种随意感，我走了，我要去染我的画。哦，这边就是染缸，这就是我们染过的染缸。我闻起来有一股发酵的味道，它就是酒，有酒，对，有盐，有板蓝根，有板蓝根，对，有蓝靛，蓝靛就是基本上能吃的感觉，对对对，能吃的。那我就是直接把它放里面就可以了。对对对，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根黄色的线呢，咱们平时蜡染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的，但是老师说呢，他们一般染这样的一个作品要把手全部进到这个染缸当中，然后反复的晕染这个布，才能让这个布受色很均匀。但是呢，有一个弊端，就是我们的手会变黑，变成这个颜色，然后包括指甲也会变黑，这个黑是退不掉的。所以老师就非常贴心的给我准备了这样的一根绳儿，他说小浩，你可以把这个布呢浸在里面，手在外面，这样的抖，虽然可能达不到浸染那么充分，但是呢也基本上算是个作品吧。我就只能这样给大家展示一下了哈。哦，就全浸过去就可以哈，然后抖。哇，这个很快就上色了，基本上一进去之后就颜色就已经染到布上了。先给大家看一下。哦，现在我这个颜色还比较浅，但是隐约能看到我上面的图案，能看到吧？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步骤，我得染多久呢？才算这个布染的算比较完成？一二十分钟，然后如果说我们染的多的话呢，要染到3到4个小时。哦，就3到4个小时。一张的话也差不多是1个小时。那其实我这个染出来的颜色，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达不到那种靛蓝靛蓝的颜色的。但这个动作要持续1到2个小时。哦，天哪，这个真的。染色完成之后，就要进入最后一个步骤，去蜡。哦，我已经看到我的那个已经有简单的效果了，图案已经出来了。哎呀，好漂亮啊，比我想象中的好看好多。天哪，哦，我都快感动哭了。但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布还没有浸染的时间太长，所以它的这个颜色感觉不均匀。对，它就是还没有那么浓，它就是要淡一点，但是是蓝色了，你看到没有？是蓝色了，是蓝色。然后我画蜡的部分就是发白。对，别的地方都变蓝色了。哇，这个我一定要回去把它好好的修剪一下，之后当一个我的杯垫长期保存。大家看一下我的劳动成果，虽然呢这个图案不是很均匀，虽然呢有点粗糙，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的蜡染作品，当然有老师50%的帮助哈。50%？80%吧。在蜡染中，因蜡封破碎而自然形成的皲裂也被称作冰纹，它是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的美。而织金蜡染因为过于精细，蜡封损裂产生的冰纹并不明显，但如此细腻的美依然是无可替代的。快看，我的蜡染作品已经晒干了，你看是不是比之前画的时候虽然看起来丑丑的，现在染出来之后也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了，对不对？好看了啊，透着阳光是不是更漂亮？我真的觉得当一个苗族姑娘好幸福哦，刺刺绣，然后画一画蜡染，每次看到自己的一个作品完成之后，甚至可以穿在身上之后，就有一种特别满足、特别幸福的感觉。游山玩水一整天，折腾累了，怎能不大吃一顿奖励自己呢？那么说到吃，当地大名鼎鼎的水八碗便是不二之选。大家
看我这一桌子非常丰盛加美味的这个菜肴呢，就是咱们至今非常有名的水八碗，可以数一下，1、2、3、4、5、6、7、8是八个碗，而且这八个碗呢还和咱们八仙有关系。是啊，那在相传就是以前哈、八仙然后再过我们至今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体恤我们至今民间的疾苦、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竹荪还有我们的薏仁这些野生的这些东西呢，然后就撒在了我们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咱们至今人啊比较热情也比较好客，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们这些食材呢做成了我们桌上的这么美味的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的水八碗。那是不是说就是水八碗就是这八道菜？其实不是的。那水八碗呢，它其实它是一个菜系，它主要有80多道菜。那今天我们能够品尝到的呢，是我们这80多道菜系当中的一道，它是叫做八仙菜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豆腐宴，还有我们的竹荪宴。都说贵州人怕不辣，而水八碗却反其道而行，每碗菜不仅以清淡为主，选用的食材也多为青菜、野生菌，更注重养生。因为咱们八仙中吕洞宾最帅了，所以呢，我想尝尝吕洞宾的那道菜，这个叫什么呢？吕洞宾薏仁米。薏仁米，对，薏仁米呢，刚我们也说了，它有着这个祛风和除湿的功效。那这道菜呢，我们不光加了薏仁米，那同时呢，我们还取了我们那个本地特色区的这个鸡肉。这个鸡肉可有讲究了，就是、对对，它这个鸡肉啊。看到没，它是成片的，取的是鸡脯的肉，它不是鸡胸脯的肉，对对，它不是鸡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的，它必须是鸡脯的肉它才能够有这么宽。这个肉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吃进去之后呢，这个肉是很筋道的，但是又很好咬，而且薄薄的一片呢还吸收这个薏仁还有里头这个汤汁的味道，很香。 对很鲜，鸡肉筋道入味，薏仁软糯养生。但月心告诉小奥，重头戏还在后面。这是什么呢？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哦，你先尝一口。行，然后我不告诉你它是什么。尝出来了吗？尝出来了，它里面也是有这个肉，外面包着一层嚼起来有点脆的，像那个把笋弄烂一样的这种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呀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了，咱们至今呢有着竹荪之乡的一个美称。是竹荪。竹荪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补充大脑所需养分，保护肝脏，提高免疫力，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那些渴望通过膳食调理身体的小伙伴，不妨来这里尝尝水八碗吧。还在为旅行的下一站发愁吗？那就来毕节吧，这里有山有水，有花海有洞天，有美食有美酒，值得你来这里写下自己的故事。哎，够不着，我画的时候手在抖，就嘖嘖嘖，然后那个线是这样子的，然后老师那个线就特别圆滑，然后粗细很均匀，忍不住了，你知道吗？然后就亲自动手帮我来修缮我的作品。重点呢，就是一听到又美味还又健康，你知道吗？别说我这边打算大快朵颐，就连我们的工作人员，你知道吗？全都流着口水在那边。你们不要那么馋了，一起来吃吧，一起来吃。那老师，像这样的一缸染料大概能用多长时间？这一缸已经40多年了。40多年，对，真的是丑丑的吗？是极丑的。不是，这将会是一个，就是艺术品谈不上，但是肯定是一个还不错的杯垫。垫在底下，反正也看不着。没错，垫在底下，反正也看不到。走吧，我们去染它。